我觉得我们来的是最晚的一波。哇！啊！吓死我！哇！博智姐来了！我学生张博智。姐，好久没见，好久没见，欢迎姐夫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超喜欢，叫博智好呢，还是百智好呢？啊，你喜欢就好，你好啊，对 ，Hello， 可以啊，寂寞里面在床边放心，床边放心，他的头发都好香。哇，你的皮肤好黑。他说你的皮肤好黑。我这姐姐她就是那种梦中情人的那种样子，好漂亮，好好看，你好好看，终于看到本人了。我这姐这是我的朋友李菲亚，她很喜欢演员。我常常看你的那些真人秀。那如果我们跳舞不行，你再多教教我们，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完全是左右手不协调。没关系，你自带光环，你有一个魅力在舞台上。粉尊男，站多了就可以了。怎么可能？好高雅。我装的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。